三分鐘咯喎，食個杯麵先。誒，等陣先。做乜嘢咧？唔好食杯麵啊！俾你抄啊！變個魔術俾你睇。Shelly， 我想你幫我咧集中精神，望住只叉。嗯。OK， 集中精神。好。你會發現咧，只叉咧，慢慢咧會有少少變化。見唔見到啊？見到，見到。開始喐緊啦。咦？點解嘅？慢慢咧，慢慢咧，會開始喐緊咯。哇！好得意啊，好得意啊，點做到㗎？嚇！好犀利啊你！差少少，差少少。點解嘅？成功啦！好叻啊你！大家好，我係魔術師 Henry。今日咧，我會教 Man 級嘅朋友咧幾招魔術傍身，取悦你心目中嘅女神。其實魔術咧用嚟追女仔咧就好難嘅，不過好多時咧，可能你同女神食緊飯嘅時候冇咩話題咧，呢個時候魔術就可以幫到你。我呢度咧有個兩蚊銀 ，OK， 一陣間咧我會話俾你知會發生咩事，我會將呢個兩蚊銀咧喺個口裏面食落，吞咗入肚，然之後咧喺條頸呢度咧攞翻出嚟。不過咧記得鏡頭前面嘅朋友同埋 share 嘢咧，都千祈唔好試呢個魔術，因為非常之危險嘅。嚟噶啦喎！好。你真的吞噶？啊 ？OK， 嚟咯，第二個部分。哇，點解嘅？以下落嚟咧，我將會教你第一個你哋會學嘅魔術，就係呢個耳仔魔術啦。咁希望你學咗呢個魔術之後咧，真係會表演俾人哋睇，好嘛？咁呢個魔術好簡單，開頭咧你要解釋俾佢聽，你會預先點樣做？你會話俾佢聽，嗱，我會將個銀仔咧喺口裏面食落去，吞咗落肚，然之後咧喺條頸後面點樣攞翻出嚟？呢個時候咧，其實我將個銀仔咧偷偷地咧放咗我條頸後面呢個位置，見到嘛？咁所以咧，你就靠呢一個咧。解釋緊嘅動機嘅時候咧，就偷偷地放留咗銀仔喺條頸度，我會將銀仔喺呢度食落去，喺條頸度攞翻出嚟。OK， 咁如果我而家即刻食落去嘅話咧，就好明顯啦，係咪？所以咧，攞翻出嚟之後咧，我會話：，不過咧，大家千祈唔好試 ，OK， 因為咧非常之危險嘅。我講呢個有咩意思咧？第一，因為我真係唔想你試，因為真係好危險嘅。第二，我會製造一個時間性喺度。咁變咗咧，有啲距離咧，你唔會記得咧，我隻手咧曾經經過條頸。好啦，跟住就係你演戲嘅部分啦。你要將啲眼仔咧扮放個口度 ，OK？ 千祈唔好好流咁樣就咁放佢嚟，你要真係咧扮到咧自己真係好似食個眼仔咁。好啦，全部戲嚟嘅啫 ，OK？ OK， 咁呢個時候咧，你嘅女神要好擔心你。咁你就嚟第二部分啦 ，OK， 將啲銀仔咧喺後面咧，掹翻出嚟。咁記得千祈唔好啦，就咁啊喺度啦咁樣 ，OK， 要俾啲氣，要真係好似喺後面啊穿過條頸，掹翻出嚟。呢個就係第一個魔術嘅秘訣。不如我哋用飲管嚟變個魔術啦。好。睇住我，我將你條飲管咧扣實佢。好實啦，係咪？嗯。睇清楚喺入面噶嘛，係咪？係啊。再包實啲，再包實啲。OK， 你見到喺入面係咪？係嘛？係啊。睇住，輕輕吹落去。哇！你見到咧，就會咧分開咗。你點樣做到㗎？呢、這個飲管嘅魔術咧，其實非常之簡單，你只需要跟住呢個步驟 exactly 一樣咁樣做咧，就會做到啦。嗱，首先咧，將呢條飲管咧搭埋一齊十字，記得呢一條嘢喺上面，我將上面咧兜落嚟，兜翻上去 ，OK？ 呢一邊都一樣，兜回呢邊，再兜翻嚟360度。揸住呢样边，揸住呢样边，然之后咧，隔篱一掹咧，就会分开咗。
Shelly， 我呢度有三條橡筋，有一條綠色，一條黃色，一條紅色。係。我會將佢哋咧暫時扣咗喺手指公上面呢度先。然後 Shelly， 我想你幫我咧捉實佢嘅食指，係啦，輕輕捉實，捉實佢。嗯。千祈唔好放手。然後咧，我想你隨便揀一條橡筋，你中意咩色啊？黃色。黃色。OK， 你中意黃色。一陣間咧，我會將你揀嘅呢條黃色咧。變入去食指，你捉實嘅呢個食指上。其實咧要變入去咧有兩個方法。第一個方法就將條橡筋咧由你腳底啦，兜過曬全身啦，兜過你嘅手啦，掛喺呢度。而第二個方法咧就係你放手，我就可以放得去。所以咧 ，Shelly， 你千祈唔好放手，得唔得？得。OK。不過為咗增加呢個神秘感咧，我想 Shelly 捉實啲，同埋咧我想你合埋對眼。OK。嗯。然之後咧，話俾我知你有冇咩感覺？OK， 有冇咩感覺啊？冇。冇係嘛？差唔多啦，差唔多啦，千祈唔好打開眼住，準備咯，一、二、三 ，perfect， 你可以打開眼。咦？黃色咧就會扣咗喺捉實嘅食指上面。啊！我出嚟睇下。係喎，仲有冇第二條㗎？冇噶啦。其實我諗呢個魔術都唔使我多教啦，係嘛？非常簡單，希望你都會喜歡我教你的這三個魔術。拜拜。